学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要介绍债券市场第十二讲次，本讲主题是其他负选择权债券。首先我们欢迎另外一位主讲老师谢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在这一讲中我将为大家介绍可交换公司债，谢谢。在国内大部分的公司债多是可转换公司债，但在国外很多公司债通常都会有赎回机制，包括偿债基金条款和可赎回条款，尤其是投机级的债券，几乎超过四分之三以上都是有可赎回条款。主要原因是很多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公司盈利波动大，信用平等差，但预期未来公司进入成熟期，信用平等会变好，公司借贷成本应该可以降低，此时借新债还旧债可以替公司省下大笔成本。因此很多公司宁愿现在多付票息，但允许公司可赎回权利，除非公司在另有规定，否则美国允许企业设立偿债基金，在发行时注明每年赎回部分的公司债，这就是偿债基金公司债。但是若想全部赎回，就得附加可赎回条款而形成可赎回公司债。另外可交换公司债也是一种常见的筹资方式，这些都是今天要讲授的重点。今天的教学目标是其他负选择权债券。本讲次重点：一、偿债基金公司债；二、可赎回公司债；三、可交换公司债。一、偿债基金公司债，首先我们看它的定义。偿债基金条款在契约规定下发行公司债，按期从盈利中提存一定金额作为偿还公司债裁员，此项偿债基金委由受托人或其他财务机构代为保管，当偿债基金拨付后随时用以偿债，并不加以累积。附加此种偿债基金条款的债券则称为偿债基金债券，通常由发行公司设立偿债基金账户，定期提拨现金或资产作为未来偿还债务之用，并将该基金交付信托。至于基金提拨方式，既有每年提拨一定的金额，以公司债余额百分比为提拨依据，依盈利多少提拨，或是采累进提拨，也就是提拨金额逐年增加，还有依普通股股利金额来提拨。以上各种方式可依实际需要斟酌采用。以下举一个例子说明。假设 A 公司发行十亿元债券，在十年内到期，如果债券设有偿债基金条款， A 公司可能被要求每年赎回一亿元债券。 A 公司必须每年投资一亿元到偿债基金，自其营运独立资金和专门用来赎回债券。这种策略保证 A 公司每年将支付一亿元，共计十年。根据偿债基金条款对发行公司偿还债务要求的程度，可以将偿债基金条款分为两类。第一种是强制型的偿债基金条款，行为要求发行公司必须定期的实际消除公司一部分债务。第二种非强制型偿债基金条款，允许发行公司以非融资性资产作为偿债基金。因为一般被用来担任偿债基金的非融资性资产大多是机器、厂房或办公大楼等，这类资产会产生折旧，造成资产价值耗损，就会影响债权人的权益。因此以非融资性资产作为偿债基金担保的时候，通常仅以资产成本的60%计算，避免因为资产折旧造成债权人的损失。对于负偿债基金条款的债券契约中，除了票面利率、到期期限、债券面额等基本条款以外，伴随偿债基金条款的相关规定包括了：一、记载偿还本金的时间表、每期赎回的比率与赎回方式等。
偿债基金条款所约定的每期偿还比率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逐年增加。因为偿债基金条款它增加许多内涵选择权，所以使得偿债基金债券的偿付形态变得更有变化，在全球债券市场可说是相当普遍的。例如在美国，约有半数公司债券发行都附有偿债基金条款。二、设立一个托管账户。偿债基金支付金额通常是固定的，但一些债券契约允许可变的偿债基金的规定，通常是基于盈利水平或其他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制性偿债基金要求发行人实际在预先安排日程赎回部分公司债。赎回方式通常发行人会按电脑随机抽取被赎回债券的列号，该赎回价格通常是发行债券的价格，当利率上升时市价会低于发行价格，发行者也可以自行到市场买回公司债。第二个，和偿债基金条款相关的附加条款，第一种是加速选择权。契约另允许公司在赎回债券时可以增加赎回债券的比例，比如若偿债基金契约规定允许发行公司有 50% 的加速赎回权，也就是允许发行公司有权在债券赎回日期的时候决定是否要增加赎回比率。不过呢，增加比例最多是 50%。 以上所述的 A 公司偿债基金公司债为例，第一年可赎回1亿，第二年最多可以赎回 1.5 亿。第二种呢，是价格维持型的偿债基金。价格维持的基金条款规定公司设立一项基金，该基金意为定期提列，但并不要求公司定期赎回债券，而仅需当债券价格低于面额达一段时期的时候在市场上买回债券。当债券价格回升或该基金以全数购买债券的时候，则公司买回债券的义务也结束。三、投资型偿债基金。这种条款出现于加拿大部分的公司债中，此条款规定公司设立基金作为未来债券到期时偿债的担保，而在债券存续期间中，公司可用该基金赎回债券本身，或是买回发行公司所发行的其他债券。接着我们介绍偿债基金债券发行的动机。第一个，可以降低违约风险。因为偿债基金每年固定赎回债券，投资者现金回收速度变快，因此偿债基金债券的存续期间比一般债券短，利率风险降低，而由偿债基金每期的支付也将降低到期违约的可能性。二、降低代理成本。偿债基金条款可以限制企业把债务筹得资金用在高风险投资计划上，减少代理成本。另外，透过赎回，负债比例会减少，股东和债权人的代理成本也会减少。第三个，减少资讯不对称的成本。偿债基金条款引进受托机构监督公司，公司必须定期接受外部投资人的评价，此举会揭露企业部分的内部资讯，有助于解决资讯不对称的问题。而且实证结果也显示，偿债基金条款的附加与其分期摊还比率的高低，可用来作为企业具有高品质融资计划的讯号。接着我们看第二类，可赎回公司债。首先说明它的定义，可赎回债券是发行公司有权利在特定的时间按照某特定的价格，就是赎回价，强制从债券持有人手中把债券赎回。在结构上，买入可赎回公司债和买普通公司债并卖出执行价为赎回价的美式买权有相同的现金流量，因卖出买权可以收到权利金，此一权利金隐含于可赎回公司债的票面利率，因此可赎回公司债相对于不可赎回公司债有较高的票面利率，才能吸引投资者。以下以课本表10-1
苹果公司2020年在台湾发行的美元计价可赎回公司债为例，来说明可赎回公司债契约中应载明的要素有包括几项。然后同学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我们会用到的，其中一个就是票面利率，我们看到是 2.6%， 然后面额是1000，然后发行价格是98.571，然后是到期时赎回的价格是100%的票面。好，那我们来解释下面的这一些好定价。一，票面利率，可赎回公司债因为发行公司有买权，公司提前赎回会让投资者损失，所以它的票面利率一定要比一般市场上的利率一定要比较高一点，那这样才可以吸引投资者。好，以刚刚讲的苹果公司可赎回公司债为例，发行时那时候市场上30年公司债的公债殖利率才 1.29%， 加计 0.25% 的风险贴水，殖利率应该是 1.54%。 但各位可以看到苹果公司发行的公司债票面利率高达 2.6%， 而且还以 98.571% 折价发行，显示投资者对赎回选择权要求权利金相当于是面额的 1.49%， 加上每年要多 1.11% 的利息的限值，算是相当高。二，赎回闭锁期，指可赎回公司债从发行日到第一次赎回日的期间。以此以可赎回公司债为例，在表格的倒数第四行，这个债券没有闭锁期，单位数分配后即可依次级市场赎回报价申请提前赎回。可能是因为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美国联准会降息 1.5%， 造成台湾国际债券兴起赎回潮。由于没有闭锁期，苹果公司随时可以更低的利率借新债。三，赎回时间，赎回保护期过后便是赎回期。按照赎回时间的不同，赎回方式可以分为定时赎回和不定时赎回。定时赎回是指公司按时间约定的时间和价格买回公司债券，不定时的赎回是公司可以按事先约定价格买回公司债，但是不设定赎回的时间。苹果公司的可赎回债券是属于不定时赎回类型。接着第四项，赎回价格，赎回价格是事先约定的，对于不定时赎回，它的赎回价格都是固定的，一般都是面值。因此若是固定付息债券在过了闭锁期后，只要公司债殖利率低于票面利率，债券就很容易被赎回。这种债券要定价也相对容易，当殖利率低于票面利率的时候，公司债价格和到期日为闭锁期的债券相同。但是若是债券殖利率高于票面利率，债券不会被赎回，债券价格就和不可赎回公司债相同。苹果公司的可赎回公司债在发行时到29年半前，是以面额或是依相近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加计 0.2% 后计算出的债券现值，两者取较高价格当赎回价格，超过29年半后则是以面额为赎回价格。接着我们看可赎回公司债它的特性。一，可赎回公司债本质上是投资者的债券买断，然后之后再加上卖一个买权给发行者，因此可赎回公司债价格会等于相同条件的不可赎回公司债减掉赎回买权的价值。二，利率越低，普通公司债的价值越高，发行公司有可能以赎回价赎回债券，上述买权价值会越大，可赎回公司债和不可赎回公司债的差距就会越大。三，在利率很低的时候，投资者现金流量净现值高于赎回价，债券容易被赎回，投资者就会蒙受损失，因此发行者必须支付比不可赎回公司债较高的票面利率才能吸引投资者。四，就利率风险而言，
可赎回公司债的利率风险会小于或等于相同条件下不可赎回公司债的利率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当殖利率很高的时候，可赎回公司债几乎不会被赎回，这时候可赎回债券的现金流量跟不可赎回债券的现金流量相同，存续期间当然也相同，利率风险也相同。但是一旦利率呢低了，可赎回公司债有被赎回的可能，这时候可赎回债券的存续期间会比不可赎回债券的存续期间短。五，通常债券的凸性大多是正的，但是呢，在利率很低的时候，可赎回公司债利率下降的大部分好处会被债券被赎回的损失所抵消，造成债券的凸性为负，这种性质称为负凸性。根据过去的经验，殖利率介于 0% 到 3% 左右，不可赎回公司债的价格是殖利率的凹函数。接着我们看三，发行可赎回公司债的动机。第一个，减少负债的利率风险。因为可赎回公司债的存续期间通常比较短，也就是负债的限值较不易随利率波动，如此也使得公司债公司的价值较不易随利率波动，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价值。二，减少代理成本。实施赎回条款以缩短负债到期结构，便可降低代理成本。而且公司会发行可赎回公司债，就是预测将来市场利率会降低，或是公司信用平等会提升，因此随时准备借新债还旧债。每次发行新债就必须接受外部投资者及专业人士的检验，公司经理人必须兢兢业业，不敢过度投资，也不敢投资不足，自然会减少代理成本。三，减少资讯不对称性。公司想借新债还旧债，会被要求揭露更多资讯，减少资讯不对称。实证研究也发现，对未来投资专案有现金流量，它的现金流量就较有信心的发行公司，当其面临资讯不对称，使其债券无法获得合理评价时，这时候公司就倾向加入可赎回条款。而比较没有信心的公司，预期长期要支付比普通公司再高的票面利率，即使每年只多付50个基点的利息，20年或30年下来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成本。因此赎回条款在长期债券发行上有向投资大众发出发行公司是好公司的讯号。接着请谢老师来为各位同学介绍第三种公司债务工具，是可交换公司债。好，谢谢林老师。接下来呢，我先为各位同学整理可赎回公司债和偿债基金公司债的比较，再来呢再介绍可交换公司债。各位同学刚刚听完林老师对于可赎回公司债和偿债基金公司债的精彩介绍后，可以发现偿债基金条款和可赎回公司债看起来有一点类似，但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可赎回公司债在利率低的时候可以全部赎回流通在外的公司债，但是偿债基金条款即使利率再低也只能赎回约定数额的公司债。再者，偿债基金是强制性的，不管利率高低，每年一定要赎回约定数额公司债，发行公司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可赎回公司债，发行公司可以选择要不要赎回。以下呢，我们再针对这两种公司债中的赎回条款与偿债基金条款做比较，那其实呢，同学可以更深刻的体会它的异同之处。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表，那我们会就意义、买回债券方式、买回债券时机、还有实务操作方式、还有定价、票面利率来对赎回条款还有偿债基金条款做比较。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意义的部分。那赎回条款呢，它是给发行公司可以提前赎回公司债的权利，因此没有义务要赎回。但是偿债基金条款，它会要求发行公司
每年购回特定比率的债券，通常是一种义务，即使呢不赎回也是要提拨出钱。那就买回债券的方式来看，赎回条款呢，它是按照合约约定的价格，通常全部赎回，只有少数合约允许部分赎回。但是呢，偿债基金条款，如果公司债的价格高于面额，通常会用面额向投资人赎回。债券价格低于面额的话，公司会在市场上买回，交付信托公司，而且只能部分赎回。那就买回债券的时机来看的话，赎回条款呢，它是公司的殖利率下跌到某一水准的时候，那才会实施。那假如是偿债基金条款的话，它是强制性，每年必须赎回部分债券，不论利率的涨跌。那就实务操作方式来看的话呢，赎回条款它通常是在利率下跌的时候，发行公司会借新债来还旧债。那偿债基金条款呢，它是利率低的时候呢，会用面额赎回债券；利率高的时候呢，就在公开市场上买回。那最后一点，也就是定价的票面利率，通常呢，赎回条款它的票面利率会高于普通公司债，但是呢，偿债基金条款它的票面利率，因为呢有偿债基金的保障，违约风险较普通公司债低，所以呢，通常票面利率会较一般的公司债的票面利率还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可交换公司债。可交换公司债呢，它的全称是可交换其他公司股票的债券，是指上市公司通过抵押其持有的股票给托管机构，进而发行的公司债券。该债券的持有人呢，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内，能依照债券发行时约定的条件，以持有的债券换取发债人抵押的上市公司股权。可交换债券严格来说，它也是可转换债券的一种，只是呢，转换标的是发行公司所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可交换债券一般较常发生在母公司与控股公司的子公司之间，即由母公司发行债券，债券到期时呢，可以转换其上市子公司的股票。值得一提的是呢，如果发行公司是政府的话，那就是可交换公债。在2003年和2009年，公债发行的状况很不理想，且政府为因应公股民营化的政策，因此呢曾经提出可交换公债的构想。例如呢，2003年政府曾宣示，如果中钢的股票涨到25块，政府就卖出部分手中持有的中钢股票。那这造成投资人呢预期说，中钢的股价涨到25块的时候，政府四股卖压就会出笼。因此就会提前卖出中钢股票，25块钱就变成中钢股票股价的天花板。因此政府考虑过发行可交换公债，交换价格是25元，如此政府它就可以用非常低的利率筹资到资金，而且如果中钢的股价涨超过25块，财政部就可以顺利将公股释出，而这只是债权转换成股权，对中钢的股价影响不大。如此一来呢，就可以达到减少债务利息支出，执行四股预算，以推动公营民营事业民营化与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三大目标，并降低公股释出对股市的冲击。此外，交换公债有国家债券的保障，亦可提供投资人一个聚保本及赚取股价价差的投资新工具。在当时有发行交换公债的国家，包括希腊、法国与摩洛哥等，成效都非常良好。但是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财政部可交换公债案推出日期一延再延，最后就无疾而终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可交换公司债的特性。可交换公司债既然和可转换公司债非常类似，因此可转换公司债的特性，除卖回权的特性之外，可交换公司债都有，但是可转换公司债通常转换时，有时只能拿到股权转换证书，会有流动性的问题，而且公司要增资会稀释公司的股价。但可交换公司债可以准时换成发债人抵押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不会有流动性的问题，而且不会稀释任何公司的股价，对于债券发行人而言是一种低利率成本的融资方式。
对投资人而言呢，是一种债权转换成股权的选择权，可以成为筹资者，也就是母公司降低其持有上市公司持股比率的有效工具。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可交换债券的优点。那第一点呢，是停利或较低利率筹措资金。一般而言，可交换债券它的转换价格会高于当前的市场价，因此可交换债券实际上为发行人提供的停利的功能，也就是以目标价将所持有的股票卖出。如果股价未达目标价，等同以低利率取得资金。另外，如果母公司希望转让部分子公司普通股换取现金，但目前股市较低迷，股价较低，所以呢，这时候就可以通过发行可交换债券，先取得部分资金供公司运用，待股市行情好转的时候，再减持子公司的股票。如果到期日股市的行情依旧不好，通常可交换公司债票面利率是零，这时候呢，就好像将本金无息退还给投资人，那也可以达到用零利率筹集资金的效果。那第二个优点就是呢，可交换公司债与可转换公司债相比，可交换公司债它的融资方式有风险分散的优点，这使得可交换债券在发行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投资人青睐。由于债券发行公司和转换股票标的公司不同，债券的价值和股票价值并无直接的关系。债券发行公司的业绩下降、财务状况恶化，应该不大会导致债券价值或标的公司普通股价格的下跌。特别是当债券发行人和股票发行人角色分散在两个不同的行业的时候，投资者的风险就更为分散。由于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之下，风险分散的特征就使得可交换债券的价值高于转换公司债的价值。那第三个优点就是，与发行普通公司债相比，由于可交换债券它含有股票选择权，预计的还本压力就会比普通公司债还要低，可以减少发行公司的财务风险。而且在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里面呢，可交换公司债它会比可转换公司债更容易被分拆发售，也就是呢，将先入的认股权证与债券拆开，并且单独作为交易的工具出售。因此呢，可交换公司债其实呢是比可转换公司债或者是普通公司债更容易受到投资人的喜爱。那介绍完可交换公司债之后呢，最后我们请林老师为本讲次做总结。好，谢谢谢老师。好，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了三种负选择权的债券，其中像偿债基金公司债跟可赎回公司债两个比较接近。好，那它都是发行人在到期前可以赎回公司债的一个部分的金额。那至于可交换公司债，它会比较跟前一个讲次的可转换公司债类似。好，然后但是呢，可交换债券跟可转换差异是说，可交换债券呢，它的转换的标的是发行公司它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票，所以也就是因为发债跟这个股票两个不同公司可以达到风险分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次再会。